帝王蟹味棒哦，唔免一千八百，一瓶一个人客了，三百三百只，三百块。三百块帝王蟹棒退冰了，咱只一条三百，两条三条，四条五条，六条七条，八条九条十条，袂你三百一条三十，可你考虑哇？来啦，这五条去送你三百块，摕去等下。三百够买只哦，帝王蟹味棒一条两条，三条四条五条六条，七条八条九条十条。
这五条搁送你，十五条三百块，上面写帝王蟹会放三百块落啊，拢有啊，好，谢谢。你妈买过，你试食看卖，退冰会当食，这免煮，两百上面写两百块，两百块落啊。来，你妈买过买两百试食看卖，两百块，两百块落两百块，一百落啊，来一百块，一百块落一百块，一百上面写一百块，一百落啊。好，那钱，你也免收，一百落啊，一百块。一百上面加一百块了吧？一百块，天平两千，那上面好加块钱。一百块，天平两千，好加。一百块要加多，你买一百七加块买无？天平加一下，你那身上好像加一百了。一百块，大一百块要无？八到来拢讲好价。一百块，我买面票，买面票。去遐五百啦。五百要加一千块，一千块。这一个行我八包，两地行我千块，我无白讲个图，我讲面真啊，一千块，一千块。一千块对。这地搁上面一千块。我这条路你也真棒啊，一千二，一千块，这大地，一千二，五块啦，一千二啊，好啊，包括这个钱啊，这个钱掉了，来一千四百嘞，无啊，我无买三百贵，无买三百贵，你人掉了，我一定搞你。香烧鱼哦，我搁食大只。来，咱们吃一辆车平无？咸鱼包一辆车平拢买，一辆车平够咱们吃三百，以后我们这哪里虾饼啊？这哪里有菜市酸辣酱啊？两百上面吃两百块。一百个上二两百块，两袋哦，一百个来，两百块咯。最后一个两百上面吃，两百块没有，包括两百块咯。两百个上面吃一辆虾饼无？两百块咯啊！一辆虾饼够无？无啊！一百上面吃无啊？你买咩？一百块，你做咩咩？一百个没有，对了，一百块咯，一百块，一百咯啊，一百块。一百最后两百上面一百块。最后一个一百上面。头前买两百个啥？上买两百块，第一个，这两块送你，我免钱。我骗啦，请你吃，还无人要吃，送你好啊！我骗啦，我送钱，你慢慢安尼。来要吃咸鸡排无？三百好啊，三百块，三百块咸猪肉用这两行用叉，这三条东西三百块，两块，这条块送你三百，最后一个三百送咩啊？三百块，来无？最后一个八块好啊，没有了，一百五。八块好啊，蒙煎蒙烤蒙叉，要不要包？来，过来，我请你。没了，没了，没货了，没货了。看袂见。没货了，没货。伊这叫哦，伊这叫银眼鱼片，这吃了要两家笑翻咯。这你个啊？这我也你个，我也是后辈啊，我也是后辈啊。第一辈去问我个，我。对啊。到人要食鲍鱼个，一个人第一辈落啊，拢无啊，五百三要吃。这退兵一条鱼啊，我两条五百，你搞买五百，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你，啊，这条搁你哦，这条搁你哦，五百上面吃，看这条弄来，五百块有人买哦，四百嘛买啦，拢无啊，三百五十包都。来者这条鱼啊，把咱两家上班，这你爱买咯？这三只鸡啊，我先来卖掉。你搞要吃鸡肉的无？三个人鸡肉先给钱的，钱也拢无啊，来你吃平钱哦，你两个两百块，你啊？来，还搁一个哦。你也收两百了。我知影，好啊，阿是你一个了，好啊，没有，哇，两百的鸡没了，两百的鸡没了，你要那三个，玉师傅一百我给几个出来？行啊，不一定他在发了，你有啦，你有哪一钱啊？对啊，玉师傅一百给几百上来，玉师傅一百啊，玉师傅一百个给几百不给？你也无，伊别讲。哎，这玉师傅买一百上给钱啊？讲个话，你有客啊？这块鱼啊吧，比龙虾上款好食哦。这银鲢鱼片哦，这吃了非常胶质啊，非常拢麻咧，非常拢麻咧，麦克风无饲无饲的，拢无饲，非常拢麻咧，用煎的落啊，又甜又好食哦，营养够全。那这种餐厅你用的？一份安尼六七百块，不是咱食袂起，食袂落啦。哦，食袂落。来，我来讲，要食一块啊，规块鱼啊吧，规块拢胶质。啊，这外口你食拢贵，唔免招一千块八百，一瓶四个，先给钱个先个吼，三百上面食三百块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个啊，三百，三百块，来三百块上面食三百个，三百块人要食金龙虾四五六千，八个人给三百个，那你几个？你几个？我一个。全部存起收啊！我来讲哦，我莫阁讲话啊！
我今日讲伤侪话，我只只加量吃好啊，拢无啊，来沙发上面吃吃饼子好。来加量卖加价啊，好无？加量卖加价，咱就来沙发上面吃。好了没啊？加价上面，加价上面，只要买这个好食，我咧卖无只侪哦，你啊，你放心吧。来沙发上面。好，加来啊。沙发好啊。加来。好，四个啊。好啊，无啊。好，继续啊，无。四个，三个。不用讲话也可以卖光光。这个送你了，平平通吃起。不用讲话也可以卖光光。唔是我的钱哦，你送我我就袂来客，好，唔是我的我袂来客，该互恁拢互恁，来三百块就来。几个？我这个几个？这鸡烤海鲜咯，鸡烤这上好食咯。我后壁剩最后一条鱼啊，了拢无啊，最后一箱啊。伊这在你用烤箱甲烘哦，小真正你老囡仔你甲食，囡仔一定甲你管，你讲屁就屁，你一定甲老买啊。啊，这只后来你有十粒啊，咱外口凊彩用一粒拢爱才五十块啊，啊，外口烘一粒拢爱五十，这餐厅食十粒才五百，十六百你来吃。这两个都千块外，我来讲三个人加拼钱，第四个你卖拼拢无啊！上千块钱的生意哦，二十粒总比办多办两块多，上千块钱啊，三百了，来三百块了，鸡块还是三百块了，来三百块，来最后两个三百，上面一个三百块了，最后两个三百，而且我来讲哦，我讲一句事实的，这阿伯甲伊装啊，遮水物件真好食，食袂恁十五块啊！迄工厂一个利润嘛足薄的，吼，我利润嘛足薄，你唔捌买过，你试食看卖啊无？百五你吃看卖，一个十五块嘞，你等于甲韩国卖百五了，一百五了啊，百五块，一百五了啊，百五。大家，行，一个十五块，我再考虑我。